我是孙玉儿，不是温玉农。能忍耐，是因为我以为他会为我改变，没想到他根本不会。您还是放弃吧，这个女人没有心，等您夺回秦家大权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。可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温玉农，我不会放手，永远不会。那您打算？我要让他亲口承认，他就是温玉农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这肚子现在已经四个月，该显怀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过两天整个假的进去吧？要不你能想想什么办法让我假流产？这个好办，你之前找的是哪个大夫？一个用钱买通的大夫。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让他过来，给你开几副可以假装流产的药，瞒过老夫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会配合你的。你和秦克文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关你的事。哎，不关你的事。可是那个大夫和日本人之间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宋小姐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，能否麻烦您将少帅送回房间？我找个仆人来吧。
满脑子胡思乱想。我是谁，我自己清楚得很，不需要向任何人，尤其是你这个外人，去证明什么。你就不怕我告诉秦博阳真相吗？你要是想这么做，你就去说吧。就怕到时候我未必有事，而你假装残疾的事情一旦曝光，这个秦家你怕是待不下去了。你威胁我？这怎么叫威胁呢？你我继续保持沉默，各取所需，这明明是合作。要是我不合作呢？那你想要的女人，你想夺回的军权，这一样也得不到。玉农。我不是玉农，我是宋玉儿。江副官回来了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少帅，前线的紧急战报，秦淮安大败，现在人心浮动，是个动手的好时机，我们要不要趁现在？嗯，再等等，还不是时候。你先去联系我父亲的几位老部下，